师，各位同学早晨。今日嘅早会有一啲特别，因为今日系我哋中六中七嘅毕业生嘅最后一次早会。今日嘅早会主题系毕业生十年。大家好，今日咧我哋一班嘅辅导师咧喺中学上面咧，好想去鼓励一班咧面对公开试嘅同学，其实就系你哋中六中七嘅同学。我哋知道你哋会有困苦嘅时候，因为我哋都试过，你都知道你哋会有疲倦嘅时候，因为我哋都曾经挨过，你都好肯定你哋会有好惊嘅时候，因为我哋都曾经惊过。但系请你哋记住今日，今日咧，我哋呢班英雄老师好想带一个信息俾你哋，无论喺你哋困苦嘅时候、好攰嘅时候、因为好惊嘅时候，请你用心去祈祷，祈祷咧神将平安赐俾你哋。我们有关文化科的年龄，至于文化
多係要多謝黃俊文老師、郭涵耀文老師同埋許榮耀老師，佢哋不厭麻煩，不辭勞苦，喺兩年間不斷協助我哋提高英文嘅水平。其次，仲要多謝我哋體育科嘅陳錦雄老師。陳老師喺呢兩個月以疫情應有嘅方式教導我哋，令我哋嘅體育課好充實。我係代表七英班理科班嘅鄭文亮。首先要多謝黃耀偉老師。雖然我哋嘅會考成績未如你嘅期望，喺起跑線已經輸咗，但係你依然會有耐性咁樣教導我哋。我哋會依住你嘅1000分理論做夠1000分嘅。之後要多謝教純熟嘅陳天堂老師，你比喻除咗幫助我哋理解複雜嘅純數理論，亦都啟發咗我哋嘅人生。我哋會喺新呢個陣會繼續努力，希望夢有人。對你講嘅並唔係對唔住，而係多謝或者係欣賞，我得咗啦。之後就要多謝教我哋物理嘅文文聰老師嘅文文聰副校長。咧我哋眼中係一位乜嘢都識嘅智者，無論物理、數理甚至化學你都識，你亦都對我哋有好大嘅包容。雖然有時我哋唔明你講乜嘢，有時。你亦都唔明我哋明啲乜嘢，但係我哋喺你身上亦都學到好多好多知識同埋品嚐。你好可愛。呢三位老師，你哋講嘅嘢，我哋都會明記於心。多謝你。大家好，我係聽不起嘅黃家人。兩年間，各位老師都用一切嘅方法，令我哋短短兩年學會一切嘅應試技巧同知識。首先，我想多謝經濟科嘅雷寶光老師，佢以循循善誘嘅方法教導我哋十分困難嘅經濟科，令我哋對經濟科嘅學成有所不減。然後，我想多謝地理科嘅黃慧雅老師，佢嚴厲都係為咗我哋嘅將來，就好似我嘅姐姐一樣，俾我越嚟無比嘅關心。而會計班同埋中史班嘅同學都叫我多謝梁美詩老師同埋殷之豪老師。會睇翻嘅同學就同我講，梁美詩老師雖然平時係好嚴厲對你，但係內心其實好温暖，就好似爸爸一樣上堂帶俾你無比嘅温暖。另外，中史班嘅同學就同我講，殷之豪老師有豐富嘅中史知識，就好似一本中史嘅百科全書，清楚解答中史嘅一切問題。最後，我想多謝數學與統計同埋通識嘅各位老師，梁少麟老師、孔佑基老師、蕭榮漢老師、朱文賢老師、呂寶光老師，冇咗佢哋。我哋嘅兩年生涯就好似拼圖上缺少一塊嘅一樣，充滿遺憾，所以我哋唔可以冇咗你哋。可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縱使我哋唔願意，但亦都好無奈要離開聖本山呢個大家庭。呢、這個曾經帶俾我哋歡樂、知識同埋富含人情味嘅地方。最後，希望校長同埋各位老師身體健康，工作順利。在未來的日子培訓越來越多的人才，令他們成為社會的棟樑，服務社區。多謝各位。我哋仲要多謝一班勞苦功高嘅科任老師，你
哋由中六、中四至中六都一直協助我哋面對文憑試。過程中，我哋可能為你哋帶嚟歡笑，亦都可能令你哋動怒。但係，多得有你哋，我哋先可以學到咁多新嘅知識，充實我哋嘅人生。多謝你哋。所以，為咗辜負各位老師對我哋嘅期望，我哋中六級嘅全體同學會全力以赴考好呢個文憑試，即使失敗亦都唔會氣餒，而且為今後好好安排出路。面臨人生的各種挑戰，亦都不會退縮，為的是為了自己、老師和學校。再者，我們希望各位中六同學仔可以將校園的生活點滴記在心頭，無論是開心、傷心，都將他們轉化為今後向前行的動力。校園生活已不再，我們要將這一段段寶貴的友誼記住那張一張。在此，我哋祝各位老师、同学拥有美好的那些年的校园回忆。中六的同学，前程感受，就取佳绩。多谢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会播放呢三年高中生活嘅浓缩特别客串版《快乐阶段》。咁啊，希望咧所有就嚟告别校园嘅同学。記住這個校園啦，這個班房啦，這裡所有玩雞的老師，每位粗心大意的同學，每張色迷迷的笑臉，我說不下去了。我们的老师都在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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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老师都在这
咗同埋喺度教過分嘅。同埋當然值得嘅就係教我哋化學嘅趙偉龍老師啦。佢對我哋嘅期望係好高㗎，但係佢都曾經講過話，叫我哋唔好連題目都唔識解。咁我哋班咧就會努力咁樣，就希望令到佢最後嘅 A 級嘅成績表咧，擺一個好漂亮嘅句號。咁記得我上曾經講過一句，佢話盡自己嘅努力，無論結果係點，盡自己講一聲我盡力過。相信今次我哋一定都可以渡過呢個難關嘅。當然記得嘅就教文化科嘅老師，佢嗰時老母咧成日都會抽時間咧同我哋去練多路嘅。仲有教天成嘅畫上，雖然天成聽歌係好難，但係咧佢都會用好特別嘅方式去教我哋每個情況嘅。做咁多嘅老師嘅老師，雖然表面咧坐住，但其實咧都好關心我哋嘅學生。教經濟嘅老母老師咧都對我哋好好。仲有當然記得嘅就係教中史科嘅英資老師啦。我哋畢業班嘅同學將會講緊事情，但係我哋係會忘記大家一齊度過嘅日子。都會秉承校訓，非以形人，乃以人嘅精神去待人處事。喺呢一度，再一次多謝各位老師一直以嚟嘅鼓勵同埋教導。最後，祝中六中七嘅同學有美好嘅前程。多謝大家。希望我哋畢完業出到嚟之後，個名會認輸成本得啦。